我们马上要到达九姓遗村，那里通过独特的移民文化吸引游客，配套发展渔家乐、民宿等旅游产业，带动当地居民生活富裕富足。接下来就请大家去渔民渔庄吃饭吧。往那儿走，走了。我们要吃大餐去了。哎，你们两个都赢了，蹭一口，蹭一口，给你蹭，给你蹭。我们就是互相分享的，然后让凯哥买单就可以。谢谢老板，谢谢凯老板，谢谢凯哥老板。行吧，我们几个人不吃的，我们来这儿干啥？你们看着我们吃。栓 Q 啊！哇！呜呼！哇！哇！哇！我鱼宴呢，这个是。哦。吃到就是赚到了。哇！绝对鲜，好啊！根据车上游戏的结果，获胜的成员沙哥、凯哥、Baby、孙怡。你们可以品尝美味的九姓酒菜，而失败的成员非常抱歉，你们只能吃盒饭了。哇塞，差距这么大呀！我的两位姐姐说可以让我蹭两口。你先去那边，那边是你的位置，来喝饭去。大家需要的米饭、餐具、饮料都放在我们里面的房间供大家取用。哦。哎呀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哎，这虾不错，这虾不错。哎，蔡玉坤，你怎么坐下了？工作餐在那边请。不是，我帮他们把这个蚊子赶一下。啊，那可以。那你站着赶就行了。哎呦，那盒饭有点大，菜有点多。我看看你们的。哦，其实也挺好的。挺好的盒饭。都是我爱吃的，我也是爱吃的。哦，那我们就开动了啊！吃吧吃吧。嗯，这个鱼好吃。哪个？放竹签呗。谢谢。各种不同的鱼。OK， 周深夹一点。啊、谢谢，哇哦，周深真好，谢谢 baby。这顿午饭消费的金额是536元。谢谢凯哥，谢谢凯哥，谢谢凯哥啊，谢谢凯哥。怎么就谢我了呢？有哪一位成员来结账？我们要先来查看投票箱。啊，我还没投呢。错过了。首先，这里有一个喜糖，凯哥获得一票。啊？请问这个喜糖是谁放的？我。有一个橘子，投的是凯哥。哎，是我的。我也是个橘子。凯哥再获得两票。有一瓶康师傅纯粹零糖，上面写的是 baby 我。有一颗香推，我凯哥，凯哥再获得一票。还有一颗写的是沙哥，沙哥获得一票。这半个麻糍，不是我干的。坤，你获得了一票。我投的，他说他投的空白票，我说他要投了空白票，这顿饭我结。哪几个人投的我？再举举手来。Baby、周深，这么记仇吗？你投不过来的，这么多人，投不过来我也得记一笔。然后我们写了这么多郑恺，没有一个郑恺赚到了，那才尴尬。还是有机会的，这一片基本都没有我。来吧。来啊，力气大一点，赚了。哦，谁谁啊？
赚完了，赚完了。谁谁呀？谁呀？李晨，李晨。你旁边全是正牌，他赚到了你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左边是正牌，右边是正牌。谢谢晨哥，哎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那请我们晨哥扫一下码，谢谢啊，谢谢晨哥，谢谢晨哥，晨哥扫一下码，谢谢晨哥。晨儿，刚才我们这桌说了，谁买单谁可以过来吃饭。到账536元。好了，有了。谢谢晨哥，好吃吗？谢谢晨哥，好吃好吃，免费的午餐，特别香。接下来我们就将前往未来乡村枝江村，在那里也有特别的体验在等着大家，大家出发吧。哎，娘！哎呀，午饭真好吃啊！别惹我啊！天选之子。知道谁不该惹了吧？惹不起。啊，一会儿这个运气啊，是不是可以转一转？好色啊！运气花光。你说话声音好 man 啊。对啊。咋的？怎么这么傻？你俩别一起了，哎呀！那我扎起来跟你讲话了。那我扎起来跟你讲话了。深深。笑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他可以选声线的，换一个来试试。你好啊。啊，比我会夹，哎呀，输了输了。这个话题有点怪吧？白鹿夹子，鹰叔给他抽身，这是什么？你好啊。